大家好，我是林以文，目前是一个你最喜爱的女歌手。我现在是一个 full time working mom， 做妈咪一定是要开心，一定要懂得疼自己。我想现在生活里面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开心，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一些开心，也可以将这件事带给其他人。做 SPA 嗰陣咧，其實我會覺得好安靜啦，好 relax 啦，同埋有種幫身心充電嘅感覺。女人係好細心，但係同時之間，因為細心會俾自己好大壓力。識得點樣去愛惜自己，先至識得點樣去愛惜你身邊嘅人噶嘛。You must love yourself. Don't ever lose yourself. 因為作為一個職業嘅女性，工作同埋家庭對於嚟講都同樣重要。因為我覺得生活越忙，就要越抽時間俾自己享受一下。我最想可以每年都得到的一個獎勵就是我通常都會獎自己去一個旅行嘅。有得揀的時候，大家都會飛，但係冇得飛的時候你會發覺原來呢個靜咗落嚟嘅城市咧，仲有好多好地方去嘅。